穿起胸襦裙最不方便的是什么？就是它这个带子老是往下掉。就明制的衣服，它的面料都是会偏硬一点，然后也会比就是其他那种纱裙啊之类的要好打理，也不易皱。这个我看过一个电视剧，那个什么女医明妃传。女医明妃传，对，在女医明妃传里面的服饰就都是这样子的。是。